电影《台北夜蒲团团传》在香港举行音乐会，一众演员表演歌舞为电影造势，包括关楚耀、陆勇、夏威玉、石天心、金刚，以及来自台湾的鸡排妹郑嘉纯、许维恩和小甜甜张可迪等。素来以巨胸闻名的夏威玉，一袭超低胸晚装裙亮相，狠狠地露出青筋篮球胸，令到同场抛胸的鸡排妹立即变得毫无看头。不过鸡排妹终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算在气势上输给你，也要在精神上战胜你。拍戏是拍戏嘛，跟现实的人生不一样的嘛。现在室内应该还 OK， 对，室内，室外又没有办法。相比鸡排妹的阿 Q 精神，夏威玉可谓有备而战。除了身材露得毫无节操之余，她更一下子准备了两套超性感上衣，让鸡排妹孰无可输之际，也意令到夏威玉合照的关楚耀相当尴尬，眼光完全不知往哪里放，场面相当搞笑。夏威玉更爆料指，两人在片中的激情戏中，双方的身体接触面积更达到8到9成，真的听着都有点受不了。不会啊，因为我跟关楚耀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，我们投入了在这个角色情景当中，我们就会顺着那个情绪去做完成那个所有戏份，所以不会尴尬。而且我感觉他蛮开心的，我也蛮享受的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电影《台北夜蒲团团传》在香港举行音乐会，一众演员表演歌舞为电影造势，包括关楚耀、陆勇、夏威玉、石天心、金刚，以及来自台湾的鸡排妹郑嘉纯、许维恩和小甜甜张可迪等。素来以巨胸闻名的夏威玉，一袭超低胸晚装裙亮相，狠狠地露出青筋篮球胸，令到同场抛胸的鸡排妹立即变得毫无看头。不过鸡排妹终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算在气势上输给你，也要在精神上战胜你。拍戏是拍戏嘛，跟现实的人生不一样的嘛。现在室内应该还 OK， 对，室内，室外又没有办法。相比鸡排妹的阿 Q 精神，夏威玉可谓有备而战。除了身材露得毫无节操之余，她更一下子准备了两套超性感上衣，让鸡排妹孰无可输之际，也意令到夏威玉合照的关楚耀相当尴尬，眼光完全不知往哪里放，场面相当搞笑。夏威玉更爆料指，两人在片中的激情戏中，双方的身体接触面积更达到8到9成，真的听着都有点受不了。不会啊，因为电影《台北夜蒲团团传》在香港举行音乐会，一众演员表演歌舞为电影造势，包括关楚耀、陆勇、夏威玉、石天心、金刚，以及来自台湾的鸡排妹郑嘉纯、许维恩和小甜甜张可迪等。素来以巨胸闻名的夏威玉，一袭超低胸晚装裙亮相，狠狠地露出青筋篮球胸，令到同场抛胸的鸡排妹立即变得毫无看头。不过鸡排妹终究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就算在气势上输给你，也要在精神上战胜你。拍戏是拍戏嘛，跟现实的人生不一样的嘛。现在室内应该还 OK， 对，室内，室外又没有办法。相比鸡排妹的阿 Q 精神，夏威玉可谓有备而战。除了身材露得毫无节操之余，她更一下子准备了两套超性感上衣，让鸡排妹孰无可输之际，也意令到夏威玉合照的关楚耀相当尴尬，眼光完全不知往哪里放，场面相当搞笑。夏威玉更爆料指，两人在片中的激情戏中，双方的身体接触面积更达到8到9成，真的听着都有点受不了。不会啊，因为我跟关楚耀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，我们投入了在这个角色情景当中，我们就会顺着那个情绪去做完成那个所有戏份，所以不会尴尬。而且我感觉他蛮开心的，我也蛮享受的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电影《台北夜蒲团团传》在香港举行音乐会，一众演员表演歌舞为电影造势，包括关楚耀、陆勇、夏威玉、石天心、金刚，以及来自台湾的鸡排妹郑嘉纯、许维恩和小甜甜张可迪等。素来以巨胸闻名的夏威玉，一袭超低胸晚装裙亮相，狠狠地露出青筋篮球胸，令到